驰名霹雳及外州怡保文东万里香肉干肉松，先烤现卖，容你新年佳节送礼最实际也最理想。驰名怡保霹雳州，甚至其他州属的人和游客呢，都会特别到来怡保寻找文东万里香肉干肉松，确实是他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以传统和人手炭烧烘焙的制法呢，加上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是顾客信心的保证，也是他今天在怡保市区美食街前旧富山酒楼对面开一间分店的动力和回馈顾客方便的最有力证明。农历新年又将到来了，那除了怡保特产的搭木柚子呢，想到送礼还是想到怡保文东老字号的万里香肉干肉松，最大方合适也最实际和理想。那怡保文东万里香肉干肉松行东主陈喜全强调，33年的历史呢，藏起来是秉着卖多少做多少的方针，不加防腐剂，不储存囤积，是新鲜和健康时刻的保障和保证。他坦言，一年的摊用量呢，也耗去不少的钱，但是啊，为了原汁原味，他坚持这样做。那少赚一点呢，但是给顾客真正的享受到美味，只是另一种富有和满足。那万里香肉干行东主陈喜全表示，现在已经开始营业的新分店呢，是在怡保信街场美食街，也就是旧富山酒楼的对面，靠近最多土产美食聚集的地区。那每天营业的时间呢，是由上午10时至下午6时。那在农历新年一星期前呢，会营业至晚上9时。他说啊，顾客的支持呢，开分店是回馈顾客方便的一种做法。而万里香肉干肉松的用料纯正新鲜，是他们的执着和坚持的宗旨，也是对长期以来呢顾客给予支持和信心的重要基础。因此，秉持着这些基本的从商良好的意愿，他们在风风雨雨中度过了32年的历史，至今仍然获得很多食客的喜爱和信赖。那猪肉干、鸡肉干的独特口感呢？时候寻味，最重要是吃得安心，买得开心。那他强调，食客对产品的信心也是他们今后更加努力的目标，特别是在炭烧的做法上，原始传统的烘烤制作，不加防腐剂，采用新鲜的肉类，更是品质的保证，顾客的保障。他说，一些老顾客以及对于他们长期制作都抱有信心和信任的，对于万里香肉干有信心和保障，继续给予支持。而很多新的客户呢，和外州来的顾客和游客，也开始对他有了新的认识度和喜爱。那他认为，他们长期以来呢，坚持不采用防腐剂，一直选用新鲜鸡肉、猪肉烘制的原因，使到吃过的民众和食客仍然有信心原始和传统的烘制品质。那他强调，万里香肉干呢，货源充足，当年货来送礼，不必马来存储，随时可以买到。而万里香也是先烤先买，新鲜之外，原味也十足。